海试妆了。嗯，到了酒店，然后进去之后碰到了 MC 的经纪人，然后就去试到化妆间坐下来，那个时候王鹤棣从我后面绕过去，我从镜子里面看到，这个应该就是道明寺了。哇，因为他的道明寺的气质很明显，他长得就是道明寺那样。然后我跟他礼貌性的握了握手，你好，你好。